讲，我觉得它算是微短版，但好像又不是超短版。如果你不想露肚的话，记得穿肚脐之上的裤子就可以像妞儿这样，很简单。再来呢，它是 MIT 的布料，相对它就是弹性的。好，所以如果你问我一些合身度啊、弹性度 ，MIT， 我想各位一定有它一定的公信力。腰身、手袖任何地方你看得到的布料，通通都是弹的。再来呢，就是有没有看到最漂亮的就是它的桃心领啦，可以直接围露一点点锁骨，又可以看到一点点就是我们的项链，锁骨跟项链通通都看得到。整个造型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拥挤感，因为穿白色其实就很明显了嘛，就是如果真的很紧很贴的话，这边应该会很合紧。所以呢，各位呢可以稍微看一下它整个的领边非常的漂亮。那基于今天搭的是一个比较微成熟的小姐姐的感觉，然后像我觉得它这个长度就是刚好到你肚脐的位置，然后你再搭一个高腰裤，其实会显得腿非常的 长，它就是大弹。你们可以看橘橘，我觉得黑色相对显瘦，如果你真的要瘦的话，黑色真的也很厉害。